个吗？一天不加再一个。是这个，是这首吗？是吗？谁点的、啊？体贴是谁？我记得丽琪有唱过这首歌，我没有唱啊，我没有唱这首歌。这谁点的、啊？体贴。是吗？好像是我们那个 A G。体贴不该在你边，你会让该死心的人。是吗？是这首吗？哇，现在没有人知道。干哪？罗生门啊，我没有唱啊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先唱另外那一首体贴好了。哪一首？不体贴。可以。好，你还要我怎样？薛之谦的歌曲。什么？谁？再讲一次。薛之谦。薛之谦。薛之谦。对啊。你知道我最近一直被我朋友笑我讲那个六七八九十，因为你打舌环。不是，可是我很标准啊，六七八九十，我有讲错吗？没有啊。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。这个我 OK 啊。真的吗？其实我朋友只要天六七八九十就笑了。好，来下歌很快。哎，这个真的不拍手，我都快没 feel 了。新歌。不痛不痒